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1010联同轩尼斯 USOP 携手呈现嘅网上鸡尾酒课程。一直以嚟，1010除咗提供卓越嘅流动服务之外，亦都致力为顾客提供唔同嘅体验，以达至提升生活品味嘅层面。而调酒唔系一定系调酒师嘅专利，而今日1010就好荣幸邀请到 Antonio。他曾經奪得世界級調酒大賽冠軍，亦都是香港多重感官調酒術的先鋒，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家調酒的樂趣。今天繼續是我為大家解構用軒尼斯 VSOP 的調酒的藝術，更加可以在一個晚餐之後做一個 After Dinner Drink。 出奇地，其實軒尼斯 VSOP 的乾邑亦都可以混合Albert 這個 Whisky 黎妹妹比較重的 Whisky 呢，做一個 combination 而調一杯雞尾酒，我們叫做 The Game Changer。 在這裡同一時間亦都會有一點點的阿加菲 Syrup 新鮮的青檸汁和菠蘿汁，還有 Bitter 添。很出奇地呢， Pineapple 菠蘿汁或者菠蘿亦都會可以提升它這個雞尾酒的味道，加上一點的泥梅味 Whisky Cognac Combination 呢，也都會是十分特別的。那我們現在就立刻開始了。首先呢，我們會用一個 45ml 軒尼斯 VSOP， 接著呢我們會再落 5ml， 一個很少的，不需要太多的，因為味道相對會比較重一點。Albert 的 Whisky， 另外因为这个呢相对会重一些口味，也不会建议太过甜的 8ml 的阿加菲 Syrup 仙人掌的糖水，另外呢 15ml 新鲜的青柠汁，还有 25ml 新鲜的菠萝汁。另外兩滴的苦精，跟住加冰，再好快咁樣試一試翻個味。十分之香，一個 smoky 嘅。咁另外咧，之後再倒翻喺一個鍋杯上邊，再加翻兩片 pineapple 咧 ，leaf 做一個 garnish 嘅。咁樣 game changer 我哋就會完成㗎啦。咁除咗呢個，其實唔單止係一個 after dinner drink 嘅 ，dinner 亦都可以飲到。我會建議翻咧食翻啲小炒，例如咕嚕肉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嘅配搭嚟嘅。好多謝各位欣賞咗呢一年幾集1010聯食軒尼斯嘅 cocktail video， 希望大家亦都會欣賞到 VSOP 啦，係有幾咁千變萬化，去配合翻唔同嘅場合做呢個飲嘢都可以，雞尾酒亦都得。咁同一時間，1010繼續會為大家舉辦線上線下嘅品味生活嘅活動嘅，希望你哋密切留意翻1010嘅 Facebook 或者 IG 亦都可以噶啦。多謝曬各位，下次再見，拜拜。